看到这个你也不用带饵料了啦，全部都是那个黑底啊，如果你要钓的话直接钓就可以了，都超好钓的，还有红魔鬼，这种金钱鹿也不用甩的，甩干嘛，你甩了也不会咬啊，它吃超饱的，甩了没意思啊，要不如就地取材还比较实际一点，上下各一个在甩路呀，那一个应该在甩路呀，后面那一个应该在甩路呀，两个在甩路呀，这个水不适合你甩路，这随便踩了一堆，有没有？他们被踩一堆啊！哦，超多的，那水很肥啊，那坑底很漂亮啊，超级赞的。打一些 A 打下去啊，这超多的。打下去就有了，你看下去就中了啊，很好中的了，没什么技术，随便拉都有了，有没有？都是很肥的阿虎。
个后唇凹。我都变了啦，青菜搞拢有了。蓝色的，蓝色阿福，哦，这种阿福最漂亮，也很凶。这种阿福是算漂亮的。带一些这个青底回去，要先把它稍微碾干一下。你如果不碾干，回去烂烂的，然后稍微阴干，再用这个报纸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冷藏就可以，冷冻啊，冷冻会比较好，可以用很久啊。那你如果是今年冰的话，你到明年都还可以再用，冬天的时候可以用哦。因为你不知道夏天哪时候下暴雨，暴雨这个就冲光了啦哦，所以有机会可以来这边采。拔子机现在很多，然后比较稍微缓流一点的，不要太急的都有。今天的钓友就到此结束啦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好，拜拜。